冇事，冇嘢嘛。冇事。你边度冇事啊？你头先俾嘢整亲啊！你个头啊，越嚟越红啦，仲话冇事。喂，你伤过噶，不过好嘢啊，块面完全冇事嘅。阿生呢？阿生点啊？老豆，你冇有事啊？救护阿生冇即时生命危险啊！放心啦。我老豆冇有事噶，好。放心啦，个天唔会俾好人咁而死噶。你而家同佢去医院先啦。 高Sir，啱啱阿明通知我哋喺货柜度揾到五米高，已经拘捕咗佢。张 Sir， 现场环境完全受控。Good job。大家辛苦晒。总算有惊无险，今次能够赌破呢个集团，都要多得你，你系风冇呢个险。你应承过我，担保我个女冇事，我多谢就真。 少少做唔到圆孔无缺。得啦，今晚早啲翻去同我食饭啦。Yes, madam. 阿生。 叫姑娘，听日再嚟睇你。表示啊，痛唔痛过啊？我叫Shadow送你翻去啊！你顾掂自己先啦。做咩啊？好痛啊！我帮你叫姑娘。唔使，冇事。
只要你冇事就得噶啦。瑶瑶经过今次件事之后识惊噶啦，以后应该唔会再咁。喂，死得未啊你？喂，唔好意思啊，仲生勾勾啊，过两日咧喺你面前啊，笃眼笃鼻添啊。使唔使咁开心啊？讲咩？我话你使唔使咁快翻去做嘢啊？咁你话照咗个脑话冇事啫，但系个伤咧都系喺个头度，不如住多两晚啦，休息下，观察下啦。咁如果你有事，咁我点算啊？关你咩事啊？关，如果唔系你帮我挡嘅话，边使唔伤啊？我呢啲咧叫因公受伤，特区政府会让我嘅。哇！你話 touch wood 死鬼埋咧，咁咪撞埋喺好遠，嚇唔少啊！你唔好亂咁講嘢啦，攞口水講過啦。你知唔知道香港一個庵位啊，值幾多少錢啊？要排幾耐隊啊？講笑啫，唔使咁嘅表情嘅。啊，唔玩啦，認真啦。嗯。我諗我要早啲翻 POTT 啊，阿新呢壇嘢唔易拆。咁又係，阿新停緊職，仲私底下調查。你估囂姐会点呢？肯定揸正嚟做啦，罚就罚紧噶啦，睇下罚咩啦。我最惊就系将佢隔扯，警察都冇得做。但阿新都系担心自己个女啫，同埋救到人，你估可唔可以酌情处理呢？我话事就得，唔系啦，我真系要谂清楚点帮佢求情。喂，唔好行咁快啦，冇事。祝大家新嘅一年龙运当头，身体健康，恭喜恭喜！祝有情人情有独钟，心意相通，龙年有喜饼赠送，恭喜恭喜！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业绩爆灯，个个月都有花红分，恭喜恭喜！